好，我是董永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我的频道主要会是跟大家介绍 Elon Musk 和他创办的四间公司，分别是 Tesla、 SpaceX、 The Boring Company 和 Neuralink， 包括片头的2020 Roadster Model， 还有 Model 3、 Model Y、 Cybertruck 和 FSD。 那这些他们的新闻呢，我就会 cover 得最多的，应该是。咁雖然有其他頻道去介紹 Tesla 同埋 Elon Musk 啦，但係我覺得仲係好多人未去好廣泛、好深入咁了解、接觸到 Tesla 呢一間公司咯。咁我希望有多啲人年齡比較大嘅人，佢哋可以分享我嘅頻道啦，因為佢哋係最唔接受電車嘅嗰一班，所以我最希望係佢哋會了解到底 Tesla 係咪間乜嘢，有几垄断性佢哋嘅未来，同埋佢哋嘅技术系有几成熟咯。咁讲翻我自己啦，其实两三年前我连 Tesla 呢一间公司都未接触过嘅。两年前开始要揾自己第一架车嘅时候咧，咁终于接触咗 Tesla。但系当时大部分人其实都系推荐翻佢哋本身接触过嘅 ICE car。咁 ICE 即系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即系正常嗰啲汽油车。咁同埋當時咧，加拿大嘅電網仲未係好發達，咁所以最後都係揀咗 Lexus 揸咯，因為有朋友帶翻去相熟嘅車行。咁當時喺後邊，我其實都有學緊投資炒股嘅。咁當時定咗架車，咁就冇計啦。咁買唔到架車，咪唯有買佢哋嘅股票咯。咁點解會投資佢股票咧？最主要係因為我睇完佢其他三間公司嘅科技咧。了解到其實 Tesla 佢並唔係 Tesla 咁簡單啦，你係要加曬佢哋四間公司加埋起嚟，即係將 SpaceX、Neuralink、Boring Company 同埋 Tesla 加起嚟，先係佢未來嘅咧成個藍圖咯。即係你要諗下佢 Neuralink， 當佢可以 read 到你個腦電波嘅時候，你可以諗一諗，跟住架車就已經去到你面前，係咪？即係如果佢嘅FSD 即係 full autonomy 成熟之後，跟住就有 robotaxi 成個網絡，即係就已經係砌低 Uber 啊、砌低 Lyft 啊、砌低所有的士公司咯。即係你有 Tesla 唔坐，做咩要坐嗰啲南偉的士啫？係咪先？咁佢嘅模式咧就好似 Apple 咁嘅。他就先買一部 iPhone 俾你，然後他再 over the air up 去 update。咁試問下而家有邊一間公司係可以做到咁，可以 over the air update， 然後你部車係可以多咗公里數？因為早半年啊，佢個 update 佢就係optimize 咗你嘅用電量，然後佢係每一架車係大概多咗 5 miles 咁樣，然後你嘅 speed 係 increase 咗唔知0.几秒咁樣，即係0-60嘅嗰個時間。咁其實你咁樣行落去咧，係冇 gas car 係即係冇任何舊型嘅公司係可以砌低佢，所以你睇到而家好多車行都開始做電車，即係開始做 hybrid 啊，做 fully electric 啊，即係佢哋係一定要打入呢個市場，佢哋冇辦法。所以當佢哋四間公司都成熟嘅時候，我睇唔到係有咩公司可以同佢哋抗衡咯。即係無論係Amazon 好啦，即係 Amazon 而家有 Blue Origin 啦，但係佢哋仲係冇其他 platform。但係蘋果咁樣啦，即係蘋果想出 Apple Car， 但係蘋果嘅 Apple Car 係咩都未有噶嘛，即係佢哋連藍圖都未有噶嘛，即係可能有啦，但係你絕對冇 Tesla 而家咁大咯。咁放到而家嘅片就係 SpaceX SN11 啦嘅片啦。咁講到 SpaceX， 其實原本 Elon Musk 咧，佢就本來淨係想寄一個寄一啲乾咗嘅 seed 去火星嗰度，跟住試下做第一批種植。因為如果你要喺火星住咧，你首先要有植物去做氧氣，做個大氣層出嚟，去俾人類同其他生物去居住。咁佢一開始咧，佢就去揾俄國人買火箭，但係啲死俄國人咧就睇佢唔起。咁本來講好三支火箭咧就要210万，結果佢哋飲完酒之後變咗每支都210万。咁佢就話。咁啲外國人就話：呢 people you don't have your money。跟住佢
Elon Musk 就覺得被人串咗好唔公平，佢覺得好唔鋸，講好咗210万三支，結果一支都冇壞，咁佢就喺回程嘅時候，咁佢就同佢拍檔講：我覺得我哋自己可以開一間公司，自己做火箭。咁佢哋間公司做咗咁耐啦，去到今日做咗 Starlink， 最出名就係 Starlink。咁 Starlink 呢個 project 咧，佢係預計會喺2024之前會發射多12000粒衛星上太空嘅。咁佢就係嘗試做到去世界每一個角落，貧窮地區、山區，所有嘅地方都可以有市價，即係比較平民價嘅WiFi 咯。咁佢而家嘅衛星數量差唔多係而家現有衛星數量嘅一大半，差唔多60%左右係佢咯，即係而家現有為止。咁會講翻佢同 Jeff Bezos Amazon 個老細嗰間公司 Blue Origin 賺嘅嘢啦，即係譬如話 NASA 嘅 deal 啊，其他commercial 嘅 flight 啊咁樣，嗰啲新聞都會講下。咁以下呢一條片段咧，就係、是、Starlink 發射嗰啲衛星上太空嘅片段。咁就有俾嗰啲環保人士就話個阻住佢哋去睇星星啊，阻住佢哋睇研究嗰啲其他星球。但係其實根本就冇咁大嘅影響，因為你發射到上邊之後，佢哋就每一個分開得好遠。咁呢度就有一條片去簡單俾你睇下，即係俾你 visualize 佢嗰、那個成個 Starlink。到底是怎樣分佈在地球上面，它就會好像 Dyson Swarm 那樣，就會有很多一路移動的衛星的，它的signal呢，就譬如說它這裡是 New York 傳去 London 那樣，它就會找到最快最短的 route 這樣去en route 你去那個 destination 咯。那為什麼它會去做到最快呢？因為譬如話佢係光纖咁，而家最快係光纖啦。佢係比光纖可能快一倍，因為光纖你仲有個光傳輸嘅速度喺玻璃入邊係慢過喺真空入邊嘅咯，所以佢會係個延遲會係最少嘅咯。Starlink。咁下一間要介紹嘅就係 The Boring Company 啦。咁其實佢喺2016年去創立一間公司啦。佢最主要嘅目的其實係想 build up 一個underground 嘅 hyperloop。咁人哋日本有磁浮列車，佢就係想喺地底度做呢一個磁浮列車。但係雖然到今時今日佢淨係 build up 咗Las Vegas 嗰一條隧道啦，咁暫時就未做到個 Hyperloop 嘅嗰一個技術出嚟，但係佢已經大大縮短咗佢嗰一條隧道嘅目的起點同目的地咯。即係如果咧地面塞車，你要塞半個鐘，但係如果你行佢嗰條隧道，就係、是、行大概2分鐘左右。即係有啲人笑佢話哦，有一樣嘢都喺地底行叫 Subway， 但係其實佢嗰個都唔係佢最終嘅目標，佢最終嘅目標係行700到800公里左右的一個 Hyperloop 咯，係帶住你個用 elevator 帶你部 Tesla 落去，然後再接軌上去行嗰個 Hyperloop， 咁係比2分鐘更加短嘅時間咯，即係以佢而家呢一個 tunnel 嚟講。咁最尾要介紹呢一間就係 Neuralink。佢Elon Musk 本身一開始佢想 address 嘅就係保證 Terminator 呢一個未來係唔會發生，所以佢就先行佢就希望我哋去接受晶片植入晶片呢一個事，咁我哋人類去 embrace 咗有晶片呢一個事，咁我哋加埋 AI 嘅力量，就即係將 AI 變成我哋嘅一部分，而唔係將 AI 去摧毀人類咯。咁佢而家呢一個就係最近發布的影片啦，咁呢只星星就裝咗佢哋公司研發嘅一個 chipping 落去佢哋嘅大腦度，咁佢本身咧就係、是、要用呢一個手掣去玩呢一個 game 嘅呢個 ping pong， 跟住佢之後就會 remove 咗個手掣，咁只馬騮見到佢你自然個反應即係個想法就會去諗住點樣去控制嗰只 game， 咁個電腦讀到嗰啲信號之後就傳輸翻入去只 game 嗰度，咁就去控制翻個 game 咯。但係只馬騮就唔知你係需要手掣去控制佢，所以呢一條片就係簡單證實咗點樣用
電腦電波去控制電腦。咁換句話講，其實即係 Elon Musk 又調翻轉講過話係可以用電腦去輸入翻程式落我哋個大腦度，即係我哋間接，即係簡單啲嚟講，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嗰啲秒速學嘢、秒速學功夫，已經唔係虛構嘅嘢咯，係喺嚟緊十年、廿年嘅未來入邊咯。咁終於到介紹 Elon Musk 啦，呢一個人，即係介紹咁多公司都離唔開佢哋嘅重心就係 Elon Musk。點解呢個人咁神奇咧？因為當初佢要起火箭嘅時候，其實係佢係冇上堂學過火箭嗰啲嘢，佢係自己去借書去讀翻嚟嘅咯。呢啲人佢係你係阻唔到佢去要做嘅嘢咯，即係好似電車咁，佢話要做，佢雖然一開始有好多公司、大公司 gas car 想打低佢，但係到最尾你係見到係冇得轉變嘅呢個方向，因為所有政府都會支持綠色新能源。咁Elon Musk 呢個人好佢係一個好努力嘅人啦。佢當初 Tesla 啱啱開始就嚟死嗰陣，即係就嚟去破產嗰陣，佢係真係瞓喺佢個 office 嗰度，每日可能淨係瞓四個鐘，然後有廿個鐘係去做嘢。即係佢想去有一間火箭公司翻返去月球。佢話點解幾十年前我哋可以做到嘅嘢，點解今時今日做唔到咧？其實係因為啲人去月球嘅意願不大啦，咁變相就係國會就好少去批撥款落去NASA 嗰邊，咁所以佢就有咗呢個諗法，哇！我想去移民火星，跟住但係第一步係點？第一步就係要整火箭，咁佢本來講過啦，都係想去俄國去買嘅，結果啲俄國佬唔買，咁佢就自己去做火箭，咁佢自己去做火箭，但係佢本身係唔識呢啲嘢，佢係自己去讀書、自己去學嘅呢啲嘢，然後自己去 recruit 呢一啲人。咁當中佢真係一個好傳奇嘅人物，佢可以自己學到咁多嘢，然後創立咗呢咁大間嘅公司。因為即係上至火箭啦，下至 Neuralink 啦 ，Neuralink 講緊係幾個 nm 嘅。即係講緊係 nanometers 嘅嘢，係好細好細微，你要去 attach 一個 wire 去你啲 cells 嗰度去接收你嘅腦電波。咁其實呢啲技術全部都唔簡單，所以我係睇好成個 future 有好多部分都會係由 Elon Musk 帶領，而佢唔單單係一個商人咁簡單，即係好多人睇佢會覺得佢係一個商人，但係越了解佢嘅人就越知道其實佢並唔係一個商人咁簡單，佢並唔係向錢看。如果佢係向錢看，佢當年十四歲，即係後生嗰陣，佢做咗 PayPal， 佢賣咗 PayPal， 揾咗佢第一桶金，其實佢就已經可以做乜都得，跟住就乜都唔理嘅。佢唔需要去創立 Tesla， 然後搞到差啲破產。佢唔需要去創立 SpaceX， 試飛咗四次，試飛咗三次，三次都失敗爆炸。然後到最尾一次就嚟死，即係如果嗰次再唔掂嘅話，佢 SpaceX 真係玩撚完。跟住結果嗰一次成功咗，就係嗰一次成功咗，所以佢就開始有其他人嘅funding 啊 ，NASA 去接受佢啊。雖然 NASA 係比較以前係比較偏好波音嗰啲太空事業啦，或者佢哋都會有睇 Blue Origin 嗰啲嘢，但係佢哋而家即係今年啱啱簽咗嘅約就係同 SpaceX 簽咯，所以佢嘅 Elon Musk 嘅影響力係真係越嚟越大，越嚟越廣泛咯。但係佢唔會係影響佢政治嘅嘢，佢反而係 inspire 一個人去，我哋要努力向前看，我哋唔可以 stuck 喺呢一個地球上邊。所以點解佢會咁多 followers、咁多追隨者、咁多人相信佢嘅 idea？ 點解佢嘅股票當大家啟蒙咗，發現 Tesla 係一隻好嘢之後，大家會去買佢，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大家都相信 Elon Musk。Most cases you will not succeed. And Tesla almost didn't succeed. Came very close to failure. Then if you succeed, then after a long time you will finally get back to happiness. 係咁，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啦。